歌的时间好像太短，然后所以我们刚刚在表演前啊，跟那个杰伦老师商量之后，因为我们也是听说今天有很多香港来的朋友，所以为了你们让你们感觉到台湾台东让你们非常亲切，所以我们带来一首粤语歌，是什么？是那个张国荣的《追》，对，然后好，我先喝一口水。然后，就是我这首歌的发音啊，什么是跟一个我澳门的朋友学的。那所以，就是如果说有不标准啊，还是怎么样的，就听听，就是假装很标准这样。然后带来这首《追》，谢谢。永远你共同度过，都不
谢。对不起，刚刚有唱错几段歌词，这样好。然后，好，今天谢谢大家，唱完了。好，谢谢大家，就是安达。好，我们先讨论一下。